现在船只就离开我们这个这个曙光寺啊。那有的贵宾有上去逛的也有啊。那我们呢在现在离开这边，这边是一个拍照的景点嘛。那么刚刚说的阿婆铁蛋这个越南呢最有名的不是铁蛋的这个是茶叶蛋就是这一家这一家阿婆茶叶蛋他在这边呢卖了将近60米的蛋了，今年已经81岁了啦。那他卖的蛋口味跟你们在外面吃到的应该是不一样，他是添加我们当地的阿萨姆红茶跟香菇卤制的所以他的口味也比较特殊好来，那么呢现在离开这边那么这个等一下船只会经过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三个最小，就是潭中央这一座小岛那这个小岛它是目前台湾有命名的小岛当中它是最小的一座岛屿那在921地震之前它的名称叫做光华岛有的贵宾可能比较熟悉这个名称光华岛但是这座光华岛在921地震的时候它整个被震得裂开掉那我们的风景区管理处有将它做重建修复之后，现在是把这座小岛来归还给少主的住民那现在这座小岛改名称叫做拉鲁岛，拉鲁这个是少主的语言那翻译成汉语就是祖灵地的意思，所以小岛现在本身是不开放给游客上去的。小岛是里头有种树现在有用这个白色布条这边这个是小岛本身那外面有设置浮动码头浮动码头在今年的5月1号之后那因为游客太多常常发生落水的意外，所以现在也不开放那这个现在这座小岛是少主的私人土地啦来，那么这个早期在小岛上方就是光华岛的上方它这边有月下老人那月下老人也因为地震的关系现在是迁移到我们水社村有一间龙凤宫在那边做安奉要求红线求姻缘的话麻烦移驾到水社村的龙凤宫那边去了好来，那现在我们从小岛经过那么船只经过小岛，我们刚刚好走到日月潭的一个中心线。日月潭它这个名称怎么来的？日月潭的名称是以形状下去命名的，一边的湖面形状像太阳，一边的湖面形状像月亮那我们现在走在中心线，你们可以看一下到底像不像船只的左手边这边的湖面比较圆比较大这边是属于太阳的部分日。我们现在的右手边是太阳的部分日潭那左手边这边进去细细长长这边是属于月潭的部分那你们可以左右两边看一下到底像不像右边像太阳，左边像月亮，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正常的啦因为我在这边也住了35年了，一样我看不出来的，不要说你来得及是看得出来快穿都贵啊好来，那么这个要看的话是从高处往下来看的啦高空往下看，那搭船从水平面上来看只有一个大概的样子啦那么电视上这一张照片后头也有一部电视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高山上往下来拍的但是这个有把它画起来，所以你们看的会比较像一点，画红线像太阳，画零线像月亮嘛这个就是日月潭的形状那名称也是以这一个形状下去命名的。好来，那现在我们船只在这边准备做转向了那转向之后我们看到左前方这里有看到一座半岛这座半岛它的名称叫韩碧半岛，早期的管制区蒋介石先生度假的这个私人小岛那早期有派宪兵队在这边驻守那外人不得进入现在这座半岛有开放那有听到韩碧两个字应该都有听过，日月潭有一家蛮知名的饭店是哪一家韩碧楼对就是我们现在左手边这栋咖啡色土黄色这栋比较矮的这栋这个就是韩碧楼大饭店那是五星级的酒店五星级的酒店那等一下我们再介绍那这一家这个韩碧楼它是五星级的，96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朝着湖面它视野还蛮不错的有机会住到的话可以将它外面的木质窗帘推开就可以欣赏日月潭那这个五星级的韩碧楼它的特色只有三个字可以形容它叫做非常贵一个晚上要15000块起跳啦，外加一省的服务费16500块来，那但是韩碧楼还不是最高级的因为刚刚有说到还有一家比它还高级的，就是韩碧楼后方这一栋6星级的日月行馆六星级的台湾指标性饭店
哦，那日月潜艇馆它是日本同德派集团斥资了23亿打造，哦，外面那一根金色的柱子花了2400万，哦，黄金金属打造，哦，那它这个，开在7月底开幕，哦，它的开幕价，优惠台湾人，只要凭着身份证登记入住它最便宜的套房，一个晚上只要900，哦，这个1000块，哎，1000块，哦，不要怀疑的，不要饿了，哦，我们日月潜艇的船长很老实，不会骗人的啦，哦，哎，这个，但是你去住的话，1000块是美金嘛，哦，不是台币了。啊，哎呀，最贵的是他的总统套房，一个晚上32万块的哦，哎，美金哦，最少要3万块起跳。那这一家六星级的日月行馆一样，它的特色有三个字，哦，它的特色叫做妖兽贵，哎，哦，那一个是哦非常贵，一个是妖兽贵的哦，哎，7月底开幕，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哦。来，那现在我们的船只已经回到我们的水色码头了。好，哦，那今天啊，哦，这个游泳的行程啊准备做结束。好，哦，那等哦再来这边啊提醒你们啊，哦，船只靠岸等船固定好，我们再做下船的动作哦，这样啊比较安全。另外随身携带的物品检查一遍，下船之后行程做结束，不再搭船啊。好，哦，那今天啊，哦，很感谢各位贵宾来搭什么呢这个交通船啊，哦，哎，那有机会的话下次啊再让我们来做服务。行程最后就预祝各位贵宾我们的旅途愉快，一路顺心，一路平安。好，谢谢你们，谢谢。这个是慢半拍的啦，哦，哎，哦，但是还是谢谢你们啦，哦，哎，那有拍手的记得以后来日月潭搭船找小杨，哦，我叫小杨，哦，找小杨不要钱好不好？好，好，我的婆婆先不要带你，哦，我说真的，哦，搭船不用钱，哦，那有五另外算就好了啦，哦，来，那下船要小心一点哦。